喜欢我这种的吗？还不错啊。要不要好好想想以后工作的事情？我搞不懂啊，为什么你整天都要忙着抗议的事情？Cold eyes staring right back at me, but they won't see. 总之，你就听你爸的，我去抗议，好吗？我爸都不理解我了，你怎么不听是我说的呢？听见你说的。